全军出击。好了，来吧，来一把剑魔。哦，剑魔，道信，一段扣，八二段扣，三段扣，平 A， 水晶瓶道信。扎一刀，他一级学的艺，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三段扣，这不行，这有点猛的。哎呦呦呦呦，我的妈呀，这赵信太吓人了呀，这都能死啊，我没想到啊，这十九滴血怎么给我烫死了呢？真猛。哎，十九滴血正常，二级点炎应该烫不死啊，二级点炎九十点伤害，五秒之内打九十，那一秒打几十啊，我十九点血他怎么能给我烫死了呢？打十八，啊，那确实。无脑压腹，发家致富。他把我杀了，他用的点炎，我没有用点炎，这波他没有闪现，他敢上来找我拼，他就死，明白没？一段扣一链度，二段扣杀一刀，三段扣平 A， 下边再干。扣一连，二段扣，坏了。不能给道信啊，给谁也不能给道信，可以给这小鹿，但是不能给道信了。坏了，怎么来人了呢？哎呦，先来红宝石吧。上面赵信，上面赵信呐，我还好，我没丢兵。哎呀，这兵完了，我这一个虚区太低了。我醒醒，直播了，那小鹿来了，我能咋整啊？这不是醒不醒、状态好不好的问题吧？那刚才这波怎么能不死啊？那没办法不死啊！他来了，我们只能死，那没招啊！难不成你让我一开始死一把的剑魔双杀刚才？换的炮车，一段扣链，
二段扣一平 A， 三段扣 A， 有没有杀一楼？真猛啊，兄弟！你是啥也不怕呀？我这一看，我这么多小兵。先吃他一层塔皮吧。我操！一段扣，二段扣。开大招，杀！二段扣，扣一连平 A， 再 A， 我扎一刀，这就是你的赦免。两层塔皮溜了，来人了，还好，你别送啊，你四级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千万别给他送，我好不容易打回来的啊，你一定给我稳住了。皮还输了，铁字边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一链度扎一刀铁刺边，三段扣平 A， 再 A， A， 我要让世界静，我已经无敌了。来俩我杀俩，现在只要他们敢来，一段扣，二段扣一，三段扣扎一刀，扎一刀，一段扣一套脸炎，我应该死不了。哦哟！差点被他的点炎给我拿下了。我铁刺边，我的心中存有黑暗，敌人的黑影更深邃。不能太使劲儿，你知道吗？使劲儿使大了就坏了。和血战斧了，我的黑暗并非由心而生，而是被我的牢笼组成。
平面生物录血色之印了。这把我们得先来个小反甲，先把自己的这个血量啊又度给它提升一下，直接开大招，练咒一段开。二段抽，这蓝枪杀不了啊！链 A 一段抽，二段抽，又一点闪现刀，挺秀啊！这蓝枪。回上路收兵，这赵信挺能吃的。信哥，你是真能吃，我发现。你咋不把塔都给拆了呢？你拆奶奶的，嗯？老能拆了，老拆迁户了，还真能拆。合出来，我靠，人有点多，这把好难打哟。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这把是05050425。不行了，这小反甲已经没有用了，得来这个了。还是得小反甲，我得需要他们没有办法能回血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剑圣可以啊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波能打。给我注意来。哎，全是闪现。走，跟我找德莱文的。把1000块钱，把1000块钱给我收了。走不了，小伙。这个1000。妈呀，对面的赵信是真能拆，无限拆呀。跑啥呀这还。那怎么还不是我的银头啊？哎呀，这终结600还他妈是大树的，真是操的。一段书。发一刀二段 Q A 注意，因为练住 A 注意点，
你妈呀，这真能跑 ！Q 一连，哎呦我操！骚，骚，快骚！这银头都不是我的呀。真能跑啊，他又大招，又跑快快，又惩戒，又闪现，哎呦我一顿跑，死亡之舞了。反甲振奋，那个九头蛇，来，你喜欢带线是吧？也行吧，剑圣银头拿多点也还是可以的。来，一个一个杀啊，别着急。开大招！哎呦我操！扣一连，二段扣，扣闪，一连扎一刀，我的妈呀！他们站一块儿这波，我可太猛了。我可太喜欢你们在一块儿了。这莉莉亚老骚了，我让你骚，你也太菜了。你怎么让他给杀了呀？你别让他杀，他那被动，你稍微等一会儿，这怎么还给跑了？我天！但我还够啊，先别着急上啊，来一段 QE 扎一刀，二段 QE 连平 AAE A 拉我 A 和解战斧链就平 A 接回家，天明我没想到啊，这我没想到，我大意了。来个九头蛇，五链似的莉莉啊，一口给他吐死，蓝枪过来打小龙，跟我来。一段 Q， 这怎么走的有点快？变圣还是可以，赶紧去东路。这赵信太能拆了，我天哪！这赵信这从头拆到尾呀！你能跑得了，我就不叫蓝莲汉。又下当了，来跟我来，他们没有视野，这波就可以打龙，我们扛啊，剑圣比我们打龙快，
含羞费脸先杀。别急啊，先杀机器，哎，先杀德莱文啊。二段扣，一过来，漂亮，剑圣给我杀。剑圣也起飞了，火炎啊，剑圣这英雄，你拿，不要。就即使是个傻子，给点人头也可以起飞。朋友们，有没有人记得我们家这把是多少比多少？一开始，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好像是9-25。对吧？我冲，兄弟，这真不是我不冲啊！先死一个，练二度，抓一刀，二段 Q， 又一连，隔血战斧接平 A， 平 A， 一段 Q， 二段 Q， 哎，一刀 Q 一连，接个平 A， 下路怎么回事？遭殃了，7-23是吧？就这种情况你说都可以翻盘，还有什么不难？你的人生还有比这难的时候吗？英雄联盟就是人生，不要投降，投降你就真的输了。狂妄了，摆个振奋吧。因为给你们传授这个人生经历啊，人生感悟，已导致我死了这波。不过没关系啊。这是人生难免的膨胀。谁把我杀了刚才？上了线儿咱就不去清了啊。哎，不清好像要到家了。哎，德莱文哪里来的？机器人。直接开大刀，扎一刀，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三段扣，隔血战斧平 A， 练度一段扣，倒计时我就全杀。二段扣 E 平 A， 三段扣 A。一段 Q， 二段 Q，Q 一连练二度，杀一刀，平 A， 和解战斧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A 一刀，三段 Q 一，小鹿呢？给我找他去。从现在开始到时间的尽头，你想在这打龙那是不可能的，小伙子。把龙拉到草里边打。
他龙好像拉不到草里。二段 QE 链儿就平 A， 三段 QA 折血战斧，一过来平 A， 一段 Q， 二段 QA QE 连平 A， 一过来再 E， 再 E。算了，我跟你玩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这蓝枪折血弹斧一过来，给我砍死他，拼呗！他也要反夹。既看得懂我的回血，剑圣是真的虎，玩剑圣不虎，那能行吗？这个蓝枪的战法，他这战技练住一段 QE， 二段 Q， 三段 QE， 我们现在练赵信一段 Q 发一刀，二段 QA 一下，三段 QE 链一段 Q，跑的还挺快，走位一段扣链住，二段扣，三段扣，拿下，拿下，就此拿下。我都没想到。